兄弟，你还好吗？想没想我？我他妈想你了。兄弟，快有半年没给我打电话了吧？我号没变，但是这半年我却无数次打了你停机的电话，还仍是停机。兄弟，还源于生活。兄弟，有过命的。兄弟，也有过眼云烟的。对待一个懂得珍惜的人，兄弟就是全部；而对待一个薄情寡义的人，兄弟就是利用和背叛。常言说，人只有丑一次才知道谁是最爱你的，人只有落魄一次才知道谁是真，谁是假。兄弟，我承认我落魄了，但是我跟你提过一次钱的问题吗？因为我知道你过得也并不好，因为我知道你也需要生活，而我只是单纯的想你。记得我们的曾经，我接过你抽过的烟头，我喝过你喝过的水，我吃过你吃过的饭，我穿过你穿过的鞋，我睡过你睡过的床，我俩当时一个被窝睡了一宿。我打过你的仇人，我见了你爸我就叔叔，见了你妈我就婶儿，但是你的女人我却从来没有碰过。你错，我没有责备过。你说你有你的想法，好，我来支持，这是几个做兄弟应该做的。而如今我找你，你却怕我跟你借钱，怕我牵连你，这他妈是什么兄弟？这个社会什么叫牛逼？牛逼不是你认识多少人，而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有多少人认识你。当你有困难需要钱的时候，能拿出200的人是你的邻居，能拿出2000的人是你的朋友，能拿出5000的是你的知己，但是能拿出20000的不一定是你的亲戚。所以本次录音告诉那些整天交一些吃吃喝喝的酒肉兄弟的人，兄弟不在于数量，在于质量。土豆拉一车不如夜明珠一颗。我有一个苹果，我分你一半，这是友情；我咬了一口，剩下的都给你，这是爱情。我有一个苹果，我一口不吃，这他妈是你的父母；而我把苹果藏起来，说我饿了，这就是兄弟，这就是社会。希望你们喜欢每次录音，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大然。好了，这首歌就录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